哦，你好，苹果。你好，柠檬，包子和糖在哪里？他们还没参加视频电话。太好了，我想给你说，包子最近看起来挺胖的。真的吗？我没有注意到。他们觉得他们很酷，因为他们有文化。就是啊，可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点刻薄？没关系，他们不会听到我们说的话。对，包子可能很快就会被吃掉了。哈哈，因为他好胖。别这么说，谁碰我？哦，你你好，好，包包子子和和糖。糖。你什么时候加入是的？呀，我们刚才就在等你，我们听到你们说话了。你说包子胖，可是他是有点胖呀。不是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的。你说我会被人吃掉了。没关系，包子，你没那么胖。真的那么胖？我的意思我是，讨厌这个，我希望你们被吃掉。你太刻薄了，你们才是刻薄的。使我们冷静下来。你这就是啊，柠柠檬，檬，我在哪里？这都是我的错，我感觉很糟糕。我也是。你是谁？柠檬水。